不要如民进党中央政策会执行长王宜川所说，要国家的公帑来行政党监控人民之时，这个我们会严格的把关。毕竟王宜川执行长公开的全国国人面前承认，民进党用这个方式，用通讯的来侦查所有百姓的个资，我们要特别特别。 谢谢王宜川先生的坦白，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方面，我们在国会会展开一连串的调查，务必让人民的隐私能够得到最终的确保，而让打诈也能够积极来进行，来减少人民的痛苦指数。好，几句话。第一个就是总召应该是误会了王宜川我们执行长的用说法啊，这个希望有机会大家能够再清楚。 第二个，这几天我应该算是善尽一切所有的可能，让两院的关系以及民意的呼声能够得到重视。但是，我还是有点遗憾啊，没有办法在最后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既然宪法赋予行政院宪政机关的职责，当我们依据宪法所做的任何的决定跟行为，希望。 国民党党团及大院，不要认为这是一种不礼貌或是恶意。我们完全是很中性的，以捍卫宪政的角度来出发。如果能够得到这样的理解，那我想两院未来的互动会更为顺畅。谢谢。在昨天所散布通过的国会改革相关的法令，让阳光能够照进台湾，让台湾成为世界。 先进民主国家的一员，我想这30年的路很长。卓荣泰卓院长在追随谢长廷谢院长的时候啊，我想30年前的宪改，也是谢长廷谢院长当时也是推动国会改革。到国会不只有听证调查权，而且呢，这个对于在国会啊。 这个不正的虚伪表示啊，是要处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啊。我想我都拜读过啊，当时谢长廷谢院长他们共同提案跟联署的国会改革的相关的法案。经过党外的精英30年的努力，在昨天由在野党国民党、民众党携手。
让最后一块的拼图能够顺利来完成。昨天国会改革相关的法案已经通过，我们也再一次的隆重的邀请欢迎赖清德赖总统能够回娘家，能够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我们一定会以礼相待，不管是即问即答、一问一答、统问统答，还是只说不答，我们都尊重啊赖总统的意愿。昨天我们也确实看到大院通过的几个法案，引起社会不少的争议，尤其在院外有很多的朋友们，他们认为他们看不到整个程序的内容的正义。那这一点，行政院基于宪政机关，我们也认为当中条文有部分是对于未来在执行上是有挚爱难行之余，甚至有些部分是跟宪政程序有相关的，所以宪政机关必须负起宪政机关的责任。我们会在收到立法院的来文之后，我们审慎的研议我们如何善尽宪政机关的职责。只要行政院依照宪政的程序做任何的行为，我希望大院都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对大院的不礼貌，因为那就是我们维护宪法、遵守宪法、捍卫宪法运作的实质表现。我们希望的是这些民众有争议、院内有争议，或者是宪政秩序有争议、挚爱难行有困难的，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再次的审视法案，透过民主对话的程序，为的是捍卫宪政的秩序跟程序。如果我们双方都能够有这样的体认，那么把国家带向宪政运作的常轨上，也是人民乐于看到。那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把福国利民的政策跟法律摆在第一位。过去的八年，在蔡英文前总统带领之下，民进党一党独大，在立法院几乎朝野协商没有共识的法案，都碾压式的85%以上的法案都是强行表决通过，缺乏多管道的协商，以至于啊朝野的氛围并不佳。刚刚坐下来就听到副总召一直提醒我们，过去八年来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提高了，我们在高科技产业上成为世界产业重要的供应链，我们也跟国人一起努力度过了 COVID-19 百年的大疫，尤其在疫情之后，我们迅速的调整脚步，经济的复苏，我们也对内对于世代正义、青年问题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长照的投入让许许多多的需要照顾的家庭跟个人都得到了政府比过去更多的协助，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投资跟社会投资。谢谢小姐。哦，孟凯，这样可以吗？哦，哦。各位都就位了吗？来，先喝个水吧。别。
今天非常的欢迎，也恭喜520刚刚就职的卓荣泰行政院的卓院长，以及郑丽君副院长带着秘书长来到立法院国民党团来做拜会。首先要恭喜卓荣泰卓院长，这个也是回到原本奋斗努力过的立法院，也是我们立法院的前辈。我想卓荣泰卓院长对立法院的议事非常的熟稔，也是在党外精英的世代里面第一期的这个秘书帮的大师兄我想对于整个国家的运作，行政机关以及立法机关都有相关的涉猎。过去也担任过赖清德院长时期的秘书长。我想这一次卓荣泰卓院长能够成为赖总统第一任的行政院长，我们除了表达恭喜，更对这个卓院长有高度的期许过去的8年，在蔡英文前总统带领之下，民进党一党独大，在立法院几乎朝野协商没有共识的法案，都碾压式的85%以上的法案都是强行表决通过，缺乏多管道的协商，以至于朝野的氛围并不佳，在野党没有办法做一个防腐的机制，能够为蔡前总统来顾好国政，所以贪赃枉法腐弊的弊案重生，也让民怨四起，才让此次民进党在大选当中固然赢得了总统大选，却是一个双少数的政府。展望未来，要怎么样让新的一个政府所有的腐败的情势能够来减少，在野党一定会承担大任，来协助卓院长，让更多更清廉更优秀的官员能够清清白白的为我们国家人民来做事情。也希望呢，群体之中这些害群之马能够一一的把它现行。在昨天所擅图通过的国会改革相关的法令，让阳光能够照进台湾，让台湾成为世界先进民主国家的一员。我想这30年的路很长，卓荣泰卓院长在追随谢长廷谢院长的时候我想30年前的宪改也是谢长廷谢院长当时也是推动国会改革，到国会不只有听证调查权，而且呢这个对于在国会这个不正的虚伪表示是要处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我想我都拜读过当时谢长廷谢院长他们共同提案跟联署的国会改革的相关的法案。经过党外的精英30年的努力，在昨天由在野党国民党民众党携手，让最后一块的拼图能够顺利来完成，也让台湾不再是世界民主潮流里面的侏儒，能够成为一个先进的一个民主国家，更会为未来台湾的发展贡献一份心力。国会要有能力来制衡监督，才能够让行政体系能够有更大发展的潜力。我想行政权立法权大家是互相的尊重，也互相的支持。我想未来国民党在立法院会全力的
来协助卓荣泰卓院长的施政。对于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有一些期许。相信未来不管是在国家的重大建设，或是重大的决议，亦或是这些重要的人士的推举，我们希望能够多多的协商，一切阳光透明，举才为国，举贤为民，我们一起啊，把最好的人才能够在行政院来为国家来做事。任何事情多多跟国会来协商，我们相信韩国瑜韩院长在立法院也会全力的来支持卓荣泰卓院长及行政院的团队。也在这里除了欢迎卓院长之外啊，要再一次的来跟大家报告，昨天国会改革相关的法案已经通过，我们也再一次的隆重的邀请欢迎赖清德赖总统能够回娘家，能够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我们一定会以礼相待，不管是即问即答、一问一答、统问统答，还是只说不答，我们都尊重赖总统的意愿，能够回到立法院来，回到国会，对于未来施政的方向，要把国家带向何方，能够让人民更加的清楚。我们也不希望过去蔡前总统700多天的省议，让所有的人民都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我们希望在新政府赖总统的带领之下，能够在国会能够告诉全国国人，两岸如何和平，我们国家如何发展，如何带领2300万人走向更幸福康庄的大道。我们对赖总统有期许，更对卓院长有深切的期盼，也更希望卓院长就任以后有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在两岸如何恢复交流，让台湾的各方面的观光景气百工百业能够恢复生机，让贫富差距能够缩小，让青年人能够就业能够顺利。台湾不是只有 IT 科技产业，还有非常多的产业，我们都希望年轻人有就业的机会，希望两岸的观光能够重启，团客能够互相往来自由行，学生也能够互相的交流。我想唯有和平没有输家，我想这是台湾人民最大的期待，就是稳固保持现状。我想这是今天我们首先给卓荣泰卓院长带来欢迎，也希望卓院长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指导。好，我们请卓院长。感谢副总召洪执行长以及洪书记长以及林副书记长。刚刚坐下来就听到副总召一直提醒我们，过去8年来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提高了，我们在高科技产业上成为世界产业重要的供应链，我们也跟国人一起努力度过了 COVID-19 百年的大疫，尤其在疫情之后我们迅速的调整脚步，经济的复苏，我们也对内对于世代正义青年问题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长照的投入让许许多多的需要照顾的家庭跟个人都得到了政府比过去更多的协助，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投资跟社会投资。那这完全不能单靠行政部门，过去8年行政跟立法之间互动的关系才有办法让我们在8年当中取得让国际间肯定也让我们值得骄傲的成就。我很希望
这样的合作能够持续下去，这样的互动能够继续的往好的方向去做发展。那对未来，我们才有更大的力量来对一些福国利民的政策优先的把它提出来。那昨天我们也看到了，立法院大院也通过了若干的法律，但是今天依照惯例，在行政院依照宪法向立法院做施政报告之前，我们在总咨询之前都要到各党团寻求各党团对我们更多的支持跟协助。也很高兴听到副总召在前几天就说能够在31号让总咨询顺利的进行，如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我们希望从此能够彼此密切的合作。但是昨天我们也确实看到大院通过的几个法案引起社会不少的争议，尤其在院外有很多的朋友们，他们认为他们看不到整个程序的内容的正义。那这一点，行政院基于宪政机关，我们也认为当中条文有部分是对于未来在执行上是有挚爱难行之余，甚至有些部分是跟宪政程序有相关的，所以宪政机关必须负起宪政机关的责任。我们会在收到立法院的来文之后，我们审慎的研议我们如何善尽宪政机关的职责。只要行政院依照宪政的程序做任何的行为，我希望大院都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对大院的不礼貌，因为那就是我们维护宪法、遵守宪法、捍卫宪法运作的实质表现。我们希望的是这些民众有争议、院内有争议，或者是宪政秩序有争议、挚爱难行有困难的，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再次的审视法案，透过民主对话的程序，为的是捍卫宪政的秩序跟程序。如果我们双方都能够有这样的体认，那么把国家带向宪政运作的常轨上，也是人民乐于看到。那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把福国利民的政策跟法律摆在第一位。像日前我拜访大院韩国瑜院长的时候，我就特别提出，我现在手中最需要的就是打诈释法，让它能够快速的通过。只有通过打诈释法，让行政机关手中握有利器，我们才能向诈骗集团的这些不法分子强而有力的去保障人民的所有的权利。所以希望如果这些福国利民而且社会急需的这些法案，经过大院能够摆在优先的地位让它通过，那么人民会看到行政立法在宪政的体制底下真正的以民生为念，心心念念的是国家的安定跟国家的进步，我们更有时间来朝向经济开发、和缓的开发、和缓的两岸关系，以及怎么样的发展和平发展的路去迈进。所以今天再次的谢谢副总召及各位先进，我希望后天就是我们总咨询跟施政报告的时间，我一定会兢兢业业的、专专心心的做好准备，向大院以及国人提出新的行政团队对国家新的愿景跟新的破划，也希望得到大院的更多的指教，让人民看到两院良好的互动关系是大家现在心中最想看到的。我想如果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成果，那这也是立法行政两院共同努力的，那我们希望我们共同努力的这些方向是我们未来足以向国人表示让我们国家进步的能量就在我们互相的合作当中，我深切做这样的期盼。谢谢董召，谢谢。请我们的书记长。这一次欢迎卓荣泰院长来国民党团拜访，也欢迎我们郑丽君副院长，是最有文化的副院长，还有龚明鑫秘书长
是国家发展的舵手。诚如国民党党团在我们墙上所写，国家至上，人民优先，中华民国永远是我们共同立法行政一起服务努力的，没有第二句话。台湾2350万人更是我们最优先的对象，但刚刚行政院卓荣泰院长的一席话，说实在，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违反中华民国宪法。过去20、30年，没有看到台湾主流民意迅速的回应民意，让民意看到国会改革的契机。我想这才是2024年1月13号新民意新国会展现之后，我们希望能够赶快快速回应民意的地方。我知道等一下卓荣泰院长还有拜访我们韩国瑜院长的行程，等一下到韩国瑜院长办公室，也许可以看一下韩国瑜院长墙上有一副对联：老牛自知细羊晚，不带羊鞭自奋蹄。韩国瑜院长说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所以不用鞭策，他就尽力努力的为国家做事。昨天为什么我们要通过国会改革，就是因为过去8年的时间，看到了政府机关掌握了行政资源、行政优势，但却对于人民或对于国会有没有善尽行政职责的地方，也因此国会才需要如同拿着一个鞭子一样来鞭策我们行政机关。但为的是什么？为的都是希望让中华民国更好，让台湾人民更好。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想我们也尊重行政院的决定，但我们还是要强调，有高达65%的民众是希望能够看到国会改革，8%的民众是认为藐视国会是有相关的刑责。不过最后我想再一次感谢卓荣泰院长、陈丽君副院长以及秘书长，几个部分一定也要再一次的呼吁跟提醒。人事的部分，我想在野跟执政应该要互相沟通。在陈建仁院长卸任前，他所提出来的 NCC 委员的名单，现在已经是卓荣泰院长了，所以我们也期盼卓荣泰院长应该要针对 NCC 委员的部分来做一个明确的表态。而吹哨者保护法、财务收支划分法，过去都是非常多的，不管是民众或是县市政府希望能够做改善修法的部分，我想这也会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也希望行政院以及相关的部会能够更从善如流，倾听民意。还有最后在组织改造的部分，我们绝对关心运动发展部必须要尽速的成立，这个在2024年不管是赖清德总统还是侯友宜总统候选人、柯文哲总统候选人也都有提过相关的政见，让台湾的运动产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我想这也是我们行政立法互相要一起努力的方向。这一点也请我们卓荣泰院长能够来把它放在第一优先顺位，尽速提出。最后祝福行政立法以及我们的5权分立都能够顺利运作顺畅，让中华民国越来越好，让台湾越来越强，这是我们共同期盼。好，谢谢。也是欢迎我们卓院长，还有郑丽君副院长啊，还有古明星秘书长。我想行政院是我们最高的行政机关，立法院是我们最高的民意机关，行政立法互相监督制衡，行政立法互相尊重、互相合作，这个国家的发展
才能够更好。我想针对刚才我们提到的国会改革无法啊，这个顺利在昨天三读通过，那我刚才很遗憾的听到说院长讲说他这个基于宪政机关的职责啊，要提出复议啊。其实我想这国会改革无法，正如我们刚才我们总召书记长讲的，这是符合台湾65%我们的民意啊，主流民意所这个、啊、要求要来做改革的。所以这部改革法案符合主流民意，既然我们的行政院是要以服务人民为最优先，对这个福国利民的法案又要提出复议、哦、所以我想我们表示尊重，但是感到非常的遗憾啊、哦。那我想我们现在最优先的法案啊，刚才我们书记长也有这个逐一来罗列，刚才也听到那个院长提到说打诈专法哦。我想我们中国国民党对于打诈这个问题，如何让台湾洗刷成为诈欺王国这样子的一个啊非常这个难听的一个啊这个国民啊，我想行政院真的哈、啊、这个啊刻不容缓，责无旁贷。在过去八年来，蔡英文总统啊或者一任行政院长一直要说要把这个台湾的诈骗的问题要来好好的来解决，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政府部门能够做有效的打诈阻诈。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期许我们的卓院长带领您的团队确实能够把台湾成为诈骗王国这个骂名啊赶快把它清除了哦。另外对于我们相关的，不管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各个县市政府重视的财政收支划分法啊，以及我们各个地方的国家重大的一个建设啊，包含我们花东的三法，以及新竹县也有一个我们的啊这个台湾知识经济园区以及科学园区三期这些重要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用地啊，以及交通建设，我们也希望行政院要予以重视，已经延宕非常久了哦。那我想我们国事啊如麻了，很多事情都需要我们的行政立法大家携手一起来努力，来这个好好的啊，来为我们的国家，来为我们的人民做最好的政策的一个服务。但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啊，希望行政院能够尊重我们主流民意、多数民意的一个看法，在各项施政上面以我们主流民意为依归，哦，不要还认为说这个我是行政权最大啊，民意算什么，而完全忽略民意所向。我想这样子您的施政真的会处处都受到阻碍哈。我想我们大家一起合作，才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啊健全啊，让我们的人民啊的福利，让我们的人民的生活能够更好啊。以上。好，最后我想我再一次啊，来表达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全体的同仁对卓院长能够来担任行政院的院长，以及所属团队礼拜五要到立法院5月31号来做施政报告，我们诚挚的表达欢迎，一定会在礼拜五好欢迎卓院长来做施政报告并被质询。再一次的向卓院长期许，唯有我们国会跟行政院一起通力合作，彼此尊重，国家的发展才是正道。也希望卓院长再思考一下，全民期盼世界民主潮流，也是当时党外精英流血流汗全力推动的国会改革、听证调查等等，这些世界民主国家非常成熟的这些基本国会的权利。请不要在刚刚就任就提出对国会的相抗衡的这些做法，
应该大家携手一起为国家的福利共谋，一起同心才是全民之福。对于打诈相关的这些法律，我们全力的来支持。毕竟过去八年蔡总统一直喊要打诈，结果打下来整整国家的诈骗成长了500%，用了这么多的公帑，但是不断的攀升，让台湾成为世界的诈骗王国。我们也希望卓院长能够提出具体的方法，但是不要如民进党中央政策会执行长王宜川所说，要用国家的公帑来行政党监控人民之实，这个我们会严格的把关。毕竟王宜川执行长公开在全国国人面前承认民进党用这个方式，用通讯的来侦查所有百姓的个资，我们要特别特别谢谢王宜川先生的坦白。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方面，我们在国会会展开一连串的调查，务必让人民的隐私能够得到最终的确保，而让打诈也能够积极来进行，来减少人民的痛苦指数。我们还是再次的希望对卓荣泰卓院长有高度的期许，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才是全民之福。好，第一个就是总召应该是误会了王宜川我们执行长的用说法啊，这个我希望有机会大家能够再清楚。第二个，这几天我应该算是善尽一切所有的可能，让两院的关系以及民意的呼声能够得到重视，但是我还是有点遗憾啊，没有办法在最后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既然宪法赋予行政院宪政机关的职责，当我们依据宪法所做的任何的决定跟行为，希望国民党党团及大院不要认为这是一种不礼貌或是恶意，我们完全是很中性的，以捍卫宪政的角度来出发。如果能够得到这样的理解，那我想两院未来的互动会更为顺畅。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卓院长。好。媒体朋友，我们先进记者室就位，谢谢，谢谢，哎，大家好，民主进步党党团非常欢迎我们这个会议总团成员卓院长回娘家，谢谢。他刚才说是第一次加入党团，很多年的第一次，很多年第一次。我看他很珍惜，所以脚步放得很慢。这里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过去他在这个地方也常和我一起开记者会。当然，他礼拜五来市政总主席。那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立委就为了这个国会改革，然后搞总共4天的大战，那终于结束。那卓院长才有机会到各种他们拜会。当然，他今天来不是只有民进党党团，接下去还有国民党党团3点钟。那也要拜访韩院长，至于民众党反正还在联系中啊。那我们在这里党团成员非常欢迎卓院长回来。那未来我们在立法院当然执政是一体的啊，立法院党团和我们行政团队是并肩作战的，我们方向和目标都会一致。我们希望推动国家改革，那是增加人民的福祉。那朝野尽量能够沟通，以沟通来取代对抗。卓院长也是如此啊。那有些重大法案也是在拜托
朝野党上来一起完成，包括其他包括预算、文字预算、这项预算以及下会期开始总预算，这些都是行政院非常重要的施政的预算。当然，这个是也是立法院法定的责任。我们希望立法院能够在朝野，在罗院长他从立法院出身，而且他非常善于沟通。我们希望立法院能够朝野能够共创国家未来。非常感谢柯总召、干事长、书记长、各位委员先进，我们副院长、秘书长。照惯例，行政院在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报告进行总咨询之前，都必须到所有的党团来表示我们的感谢。那当然我也不例外。那这一次有比较急一点，因为上个礼拜我们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时间，立法院的议程非常的忙碌，也非常的辛苦。我们也看到了昨天的结果，所以第一个，我会完全很平常心的去准备后天的施政报告跟总咨询，希望让大院的委员以及国人清楚看到新的内阁团队对国家未来的擘画跟愿景。同时，我们也必须针对最近立法院所议决的种种的法案，行政院要有非常严正的态度。未来我们感到这个法案有势在难行的，而且引起社会这么大的讨论的，甚至牵涉到宪政层级的，行政院本于职责，行政院是一个宪政机关，我们会在宪政秩序底下依照程序来表达我们的意见，但这个要在立法院的来文之后，我们审慎的研议整个法案的内容，同时我们也会跟各个党团，尤其是跟民进党党团能够有共同的想法，那在适当的时间做必要的程序。第一个，我们是要希望法案如果有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应该有机会再次的审视法案，而要透过的是民主对话的程序，为的就是要捍卫宪政的程序。我想这三个原则是我们跟党团以及立法院能够取得了解我们立场的重要的原则。在这个情况底下，捍卫民主的宪政是宪政机关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也希望我们在了解整个过程之后提出的行为能够得到立法院党团、我们民进党党团能够全力的来支持，我们共同向人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合乎宪政的程序，也是宪政必要的行为。做以上的报告，谢谢。待会旁边还有陆续到国民党团了，好，谢谢，站一站。我他我们先去，再做一些补充。好，谢谢，等一下，好嘞。好，谢谢啊。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